Thank you.
的话是大概就是只有剩四十而已，四十，然后剩对。就是有遇到这种停站的时候，有没有可以？因为他一定要压嘛，所以你又可以顺便试一下那第一个他的点，然后你后面开就很好开。所以我在之前就要先控到四十，我要先紧了一次，然后不用。不用，就看他紧张大概这样子，距离可以降多少速度就可以知道了，就可以猜得出来。好像连重要停车，所以我来自己就想说，等一下他的耗子跟着跑的话，大概会。快跑多少到哪里，所以那个点这边就会慢下。
对，切点。
已经到了围到一个中间。做成说死录影，
也是有啦，可是你环岛说实那个倍率会太快，会贵。大概八倍，八倍几乎就等于是音速了，800公里。哦，出发缓速，开车来，出发缓速，开车来，4分。啊，一个滴滴的档，网络上叫先打那个记者六九。我的汽车号码是10201207。收到，师傅。会呀。这一块。大家回去要剪接。
好，收到。
Thank you.
所以切一点，切一点，你一定会摇。
谢车长，关门。没有汽车长关门了，谢谢。前组，没到前组。
这种车不会了，它正常的举光全部那种都不能拉开，所以松了之后拉回来，你都要再修一点，要比刚刚你自己再修一点，对。要不然就是那只能用一瞬再接，就是推去它回来小小的拉皮，这样就不会停了。会拉下去，它就还在滑，所以你一直越大的时候，速度越慢，然后拉的阵地越大，它就会跑。所以就跟你讲，初减压最好都固定用15斤那里，然后你用到那么大的时候，很不好做。那我就是那个感觉就拉下去，没有，那感觉只有小一点，这个只有大概只有这个一小格上来那里而已，比你拉太大了。然后舒减压用1.5也太大了，用1公斤就可以了。那这种车甚至可以用到0.8，因为很不好做。拜拜。拜拜。晚7分。晚7分。
Thank you.